第一颗清，第一个清晨，我点错。Forever Love， 不对，这首很难唱，这首绝对不能唱。后面是火龙，是火龙的名字。Dragon 吗 ？D R D O Dragon D R A 啊，有 G 哦，哦，多拉格尼尔的龙的名字才这么长哦。这样爱你，也许你就是我。哇，今天好多人追随哦，感谢追随。耶、yeah, ！奇怪，这应该不是退了之后再去追随的吧？感谢感谢，且好久啊，今天，而且其实这一季啊，这个 Another Way to Star 这一季的那个伺服器的模组包，其实说真的不算太稳定了，对啊。所以说其实它还蛮不太稳定的、啊、所以说大家都在讨论了。啊，现在还在等呢、啊。真的。啊，直接改成聊天台好了。嗯，这世界很复杂，混淆我想说的话。我不懂太复杂的文法，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，让幸福别走得太仓促。云和天，蝶和花，从来不需要说话，断不了依然日夜牵挂，唱情歌说情话，只想让你听清楚，我爱你是唯一的倾诉。写一首简单的歌，让你的心情快乐，爱情就像一条河，难免会碰到波折。这一首简单的歌，并没有什么独特，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。应该吧，写一首简单的歌，大家有听过吗？好久好久啊，我没有歌可以唱啊。可以点歌吗？你也要点我会唱的歌啊！我不会唱的歌，我骂那我不想唱。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流行音乐了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对啊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听流行音乐了。你现在是跟我讲新生代的流行歌，我真的都没有听过。说真的，我大概只听得懂就是比较以前的，因为我很久没有听了、啊。那我听日文流行歌，我也不会唱啊。我日文流行歌真的是不好唱、啊，他们的音真的是不好抓、啊。没有练啊，没有练，所以说这没办法唱啊。哒哒哒哒，来聊天啊，那要聊什么？那个一时半刻接不出来。哎呦哎呦，好像有咯。哎，怎么是问号问号问号？啊，等一下吧，他也是问号问号。先走了，喂，拜拜。唱鱼竿的预感，预感哦，但是我们在这边放会不会有问题啊？我
默默的想，是不是我又做了什么傻事？是不是太多行为无法解释？你说我像个傻子，总是天然呆，无法控制。不对啊，不是这样唱啊！我不会，我看一下。哇，这首好高哦！天啊，它有 KTV 伴唱版哎。这是我这样放，我会不会被版权抓啊？应该没有版权吧？应该没有版权吧？还有 KTV 伴唱版呢，好像可以进去了。再看，鱼竿的预感。我这首歌有听过，但是没有听过很多次。默默的想，是不是我又做了什么傻事？是不是太不对啊？那个解释，你说我像个傻子，总是天然不对，我这不对，没办法，没办法唱，我听过一次而已。啊，我只听过一次而已，所以说我没办法抓到他的音准啊。对不起呢，对不起哦，我唱不出来耶，sorry， すみませんですね。歌ができない，歌えない，すみません。はい，そう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小弟不才啊，不是什么音感达人啊，完全唱不。是进不去啊，他一直还好啊。哈，预感有版权，哎呀，这是没有歌词我知道啊，但是我抓不到音准啊。默默默默的想，是不是我又做了什么傻事？是不是太多行为无法解释？你说我像个傻子，总是天然呆，无法控制，偷偷的看你和他聊天，手叉腰的样子，也在意咖啡店常坐的位置。花没动，作为公司，对啊，不行啊，我不会唱这首歌，真的没办法。要鱼竿同意才能唱啊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马上关，我马上关了。要鱼竿同意才能唱啊！我看一下啊，他说版本有著作权图像，也禁止盈利用途，发现时的话会检举。然后他没有写说一定要鱼竿授权之后才能唱。只是我不会，他的歌我真的也不还不会唱啊，没办法。好啦好啦，我没办法，也没办法唱啊！你们在那边叫，我也唱不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好啦，而且他的 key 蛮高的，我也那个调还抓不到啊。Love more。Love more, l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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ve more。毕书尽，天哪，都是新的歌手吧？我唱不出来啊，对不起啊。哎，怎么进不去啊？这到底什么版本呢、啊？他们都讨论好了没啊 ？Protogun 有拔。他是 time out 啊，他也没有。
TPS 多少？ 16， 现在好像还不行啊，进不去啊。Time out。 对啊，不是我的模组有问题哦，因为如果我的模组有错误的话，它不会显示 time out， 所以说确定不是我的问题啊。我是老人没，而且我又没听过毕书尽呢，毕书尽的歌哦，没听过哎，对不起啊。我很老了，我已经是大叔了。我很老了，真的。你听我唱的歌就知道有多老了。无言如悬崖，风铃如沧海，我等燕归来。时间被安排，演一场意外，你悄然走开。故事在城外，浓雾散不开，看不清对白。你听不出来，风声不存在，是我在感慨。梦醒来，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？那薄如蝉，哦，不行了，我今天的声音真的没办法唱。那薄如尘埃的未来。好多人追随，进不去呀，进不去呀。我送你离开，欠我十块，什么时候还来？我这个月快要饿死，就差你的十块。我送你离开，欠我十块，我要一杯奶茶。却没有钱可以去买，我等着你的十块，我等着你的十块啊。痴心绝对，我虽然没唱过，不过应该可以试试看，因为这首歌真的也是很老的歌。痴心绝对，这也是李圣杰的歌吧？好久了、哦。想用一杯拉铁把你灌醉，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。暗恋的滋味，你不懂这种感觉。找有人陪的你，永远不会。不熟，不是很熟。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，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。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，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。为你付出的爱伤心欲绝，为你付出的哪里怪怪的？为你为你付出的爱伤心，不对啊，伤心你永远不了解，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，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，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，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回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好久曾经我以为自己会后悔，你别我今天真变唱歌台了啊！再这样下去，哎呀，真是的，这到底可不可以进去了啊？没有人进去啊！没有人进去，表示进不去了。只剩下大提琴呗，好听。听了12年的专辑。
等人进去啊，我要等人进去我再进去，因为我没有人进去我就不用试了，没有用啊。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，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，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，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、哦、你说你也会难过，我不相信，牵着你陪着我也只是曾经，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，我才会逼自己离开。你要我说多难开，我根本不想分开，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，我没有这种天分，包容你也接受他，不用担心的太多，我会一直好好过。你已经远远离开，我也会慢慢走开，为什么我连分开都迁就着你，我真的没有天分，安静的没这么快，我会学着放弃你，是因为我太爱你，我会学着放弃你，是因为我太爱你。来宾掌声鼓励鼓励啊！哎，这个自己鼓励一下，傻逼西，好孤单的感觉啊！啊，大家听都想睡觉啊，那我不要唱好了。啊，我最近喉咙真的不是很舒服啊，所以说真的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提高太多的音了，整个声音拉不起来啊，啪啪啪啪啪 ，1% 哦。1% 哎，你听到我唱这首歌，你看那什么那个周杰伦的《安静》，这都已经几百年前的歌了，这老歌中老歌了，这个看就是睡觉给我罚钱，这首睡觉会不会飙高音？今天没办法，没办法飙高音呢。爱像一阵风，吹完它就走，这样的节奏，谁都可奈何。没有你以后，我灵魂失控，黑云在降落，我被它拖着走，静静悄悄。默默离开，陷入了危险边缘 ，baby。我的世界已狂风暴雨，我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躲。我不要再想，我不要再想，我不。我不要再想你，不知不觉你已经离开我，不知不觉啊！我突然想到一首歌，超有……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突然想到有一首歌，它的歌词写的超棒的，我很久没唱了。看一下啊。这首歌很相信很多人没听过、啊、有一首歌叫《瓜牛》，大家有没有听过？周杰伦的《瓜牛》，很久以前的。
该不该割下重重的壳，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，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耳飘，经历的伤都不感觉疼，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，等太阳光，静静看着他的脸，小小的天，有大大的梦想，重重的壳，裹着轻轻的仰望，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，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，小小的点流过的泪和汗，终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。诶青花瓷，青花瓷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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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伺服器罢工了，不想工作了。伺服器的不想工作，打都不想绝工作。感谢的是谁啊？小小的天，有大大的梦想。青花瓷。菊花台，夜的第七位，夜章，夜章。青花瓷哦，青花瓷我没唱过哎，因为它也是青花瓷，方文山的歌。没有哎，没唱过哎，而且我不会唱。青花瓷旋律怎么是什么、啊？是不是罢工了啊？完全不想工作啊！啊！周杰伦的歌，还有什么之歌啊？摩羯座，迷迭香，菊花台。你的泪光，柔弱中带伤，惨白的月弯弯，勾住过往。夜太漫长，凝结成了霜，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，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，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软，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，随风飘散你的模样，菊花残了满地霜，你的笑容已泛黄，花若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躺，北风乱夜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湖面成霜。Yeah， 终于伺服器不罢工了，还是连不上，悲剧。啊，屋顶哦，一人分饰两角也可以啊。好，最后一首啦，最后一首啦啊！
半夜睡不着觉。不对，哎哎哎哎，按错了。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哦，痛。睡梦中被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用同样的默契，用天线，用天线，拍成爱你的形状。哇哦，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让星星点缀成最浪漫的夜晚。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爱开始纠结。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将泛黄的夜献给孤独啊，最孤独的月。哎，我这样唱吗？最孤独的月，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爱开始纠结，梦有你而美。不行了，我声音已经废了。啊，耶，终于进到游戏了，我赶快。哦，吓到。噔噔 ，OK。终于可以，终于可以开始。啊，这个东西好像不知道怎么讲。我要拿 C9。哦，有料去悟星那边啊，没关系啊，就去吧，不要紧，没关系的。这个悟星那边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，所以说那边是学习台。啊，我们的 Henry 也在这边，一二三四，然后 STAR Star， 先来做一个，刚才没做到做完翅膀啊，等一下要死就算了啦，无所谓啦，这个人生自古谁无死啊。屎啊，人生有三级啊。噔噔噔噔噔。啊，忘记拿工作台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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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哦。是说悟星终于进来了，为什么眼睛那么大？还有 Henry， 这是 Henry 盖的房子就对了，还是你们一起盖的？酷啊，非常好啊！是 Henry 盖的啦，然后里面机 A 是我放的。哦，为什么你会有一个黑色烟雾啊？